融合嘻哈盛典 ，QQ 音乐最具国际影响力歌手奖项得主是张艺兴。张艺兴出道十年，沉潜蓄势，不断突破。2022年，作为 QQ 音乐 XNBA 75周年致敬官，献唱官方主题曲《热爱》（Time to Shine）。歌曲上线后，火速登上 QQ 音乐巅峰飙升榜、说唱榜、新歌榜等热门榜单，同时成为首支登上 NBA 决赛现场的中文歌曲，沸腾全球无数球迷乐迷的热爱之心。同样在今年，其倾心之作的最新 EP《西》一经上线，也大获好评。其中主打曲《面纱》MV 一经发布，全网收割热度，话题口碑爆燃出圈，相关话题阅读量近20亿。MV 海内外累计播放量破亿，举办个人海外巡演，并领衔 Mad Moon 音乐节，自带超高人气，势不可挡，在国际刮起 M-pop 新式风暴，创造出极具流行性与影响力的盛况。近期还官宣了其主理的音乐厂牌 DNA， 一起共同期待 DNA 联盟推出的优秀作品。好的，同样呢，我们也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我们的获奖得主送来的获奖感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遗憾因为时间原因无法亲自来到现场领奖，感谢 QQ 音乐融合嘻哈盛典给予的最具国际影响力歌手的鼓励。音乐的融合创新呢，一直是我希望不断探索方向，在身体力行的目标。希望未来能与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，创造更好的舞台，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，凭热爱继续不断前行。感谢，希望明年一起加油。好的，谢谢。